你们好，今天带你们看一个靠近新加坡第二关卡的全新公寓。这里呢属于低密度住宅，全部单位只有276间而已。这里有多种设施，泳池、空中健身房、跑道、 BBQ 区等等。还有住在这里还可以享用它的免费接驳巴士到附近商圈或购物中心，让你生活上非常便利。好，我们看看它这里的房型。这里有两房，有三房，全部房型都有楼台设计，可以天天在楼台欣赏风景，放松心情。还有哦，忘记告诉你们，这里还有家具单位，可以说是拎包就可以入住，非常棒。厨房橱柜呢也是有附送哦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大门还有智能锁，可以安心去工作咯。我们再来看看房间部分，宽大舒适，小家庭绰绰有余。床、橱柜全部无需你自己购买，全部做好给您。看看二房，空间也是宽大舒适，这项目绝对适合在新加坡工作的人。去第二通道才15分钟，而且这还有去新加坡的公共巴士。我们看看洗手间的部分，全部瓷砖都做好，打理起来非常方便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赶快联系哦，单位有限，拜。